哎，就是活。看我腰里可得劲儿。过来，我看看来。哎，你这猴子把你照顾多好，要不你就死了你啊！反过来，你看这眼睛。漂亮这身比那些人轻多了。听说他没病了，慢慢吃两顿罐头就好了。那胖了，听网友的话，先不给洗澡了，等几天再洗。不洗了。这天冷，怕感冒了。哎呀，大大夫难不要来。死啊！这听话，这帖子扁扁乎乎这么躺着。干净了，你看这多那哈喇躺两天，太埋汰了。这眼睛又也闭亮。上了，又睡着了，抱睡着了你。眼睛也亮了，大猫啊，这乖呢，这听话，这个东西好了就不跟我了，晚上就跑猴哥那是。昨晚一宿没上我这跟前来。跟我那床上睡的。哎呀，那天难受，上我脖子后躺着，知道我能救你，跟那虎猴哥他都不知道，就知道给你治，也不看什么原因。这网友提醒的说是牙，这一看真是牙，到那一治还真是牙。网友这集思广益，网友智慧多，也是网友救了你啊！大伙都看，看是什么原因。老多留言的了，给你看病了，有的是都看哭了的嘛，有的都。多听话，就这种豹子，老老实实，扁扁乎乎躺。哎，这猫也不是啥名贵猫，就可普通的一个猫了。7年前自己来的，自己来就不走了。猴哥我俩搬家搬到这儿来，把它抱来了，在这就跟待住了。这猫挺长一段故事，哪天我俩单独讲讲猫是怎么来的，完中间还有几次怎么给它送走，送那个孤念灵走，在车上还掉眼泪了。然后寻思，猴哥我俩那年要回国，想给他送到那个那叫什么收容站去。后来女儿抱他那块儿，那个工作人员说这猫老了，没人领养，只能安乐死了。后来又抱回来了，哎，到最后老要安乐死，安乐死的，也没啥病啊，就养着吧，不遭罪，不痛苦，啥时候老啥时候死，自己家得了。啥时候老，啥时候算自然死亡啊、嗯？不给你安乐死。好了，家里按摩去了，把送回去了。走吧，猫猫再见了。嗯。猫的懂事。怀里抱着，不是听话。那猫啊，哎，哎呦，看这眼睛锃亮锃亮的，这眼睛，哎呀，想睡觉，闭上眼睛了。哎呦我去吧，啪，臭。好，进屋了啊！还是体虚，我觉得哈。嗯。